嗨，大家，我是小妹。这个天气啊，终于都晴了。我这个菜园里面的辣椒、瓜这些都已经开的开花，结的结果了。我带大家看一下。终于到了有收获的时候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辣椒好长啊，捡点回去。虽然就是几棵这么长的辣椒树，但是也可以够吃一顿啊。终于都不用再买辣椒了。好长啊，这个辣椒，这个叫牛角椒。如果不是下雨呀、啊，我这个西红柿也可以吃啊，都有一些红啊，不过坏了。老公，今天这个辣椒捡回去是炒腊肉还是炒什么？随便你，炒什么就吃什么。哦，你看这一条好长啊！谁说我们种的辣椒得不到吃的？那么长，这个品种好啊，不是品种好，是种的好。哇，个个都这么长，就是不知道辣不辣。辣不辣你都不能吃。这豆子也可以剪呐、啊。长一根的豆子也可以吃。哦哦，老公，快点过来！有了！什么？快点！有什么？有西瓜啊！你看，有西瓜了。好小哦。哇、哦，有西瓜。哦，你看这个西瓜，看到没有？好大个了都。哎。干嘛？不能摸，摸了它又成不了气味，你说。不能摸，有这种讲法吗？肯定有了。这也不能摸，那也不能动，不仅我的菜。昨天才摘了豆子嘛，又摘，哪有这么快？那你看嘛，长好快，这个豆子哪里没有长？你看，我们种的菜全部没打药的，自己吃的，放心。你看这个不是啊？好的，我的西瓜。查到了，哎，等一下查到我西瓜，我让你赔。一个西瓜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这种西瓜才捡，人家西瓜都可以吃了。哪个都得吃了，别人种来卖的得吃，人家是种大棚的，我们这个是种在菜园这样子种的。种两个西瓜都那么了不起？哎呦，知道捡西瓜了，哎呀。老婆，你看我种的这个四季豆，接不接？接好接，我种菜的技术还可以吧？可以，牛逼吧？牛逼！老公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！种的这个豆子都这么尖，你看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不错，很棒，就差一点牛逼都没吹爆。吹要吹牛吗？啊！怎么了？这个这里有一个瓜，哪里？那，哎呦，真的是。可以吃吗？可以，现在可以吃。可以，等一下老了不好吃，直接摘来吃就行了。可以。好漂亮哦。嗯。老公啊，我妈给我寄了东西过来。寄了什么？去帮我拿一下。寄了什么？嗯，很多是我现在吃的，那些什么燕窝，还有。这些奶粉，小孩子的衣服，我这边还寄了很多，你明天记得拿一下。干嘛？又是你叫的吧？我什么时候叫了？你不叫他会寄过来，好像我没钱买一样搞的。你上次买，你不买，那他不寄过来？你跟他说了？我没跟他说啊。你没跟他说，他怎么会买？肯定是你说了，我才没有那么怎么这么八卦嘞！我什么时候说了？给自己的女儿寄东西怎么了？你这么能耐呀、啊？所以你自己不买？你这样子搞得，你妈怎么想？到时想到，哎呦，嫁到我这里啊，什么都买不起。所以说你这人真的是不说他会买哎呦。你以为自己的女儿现在需要什么？她不懂呢，还要说嘞？你以为像你哦，真的是像，所以说你这种人就是这样子，
人家给你寄来了，又在那里呱唧呱唧呱唧。哎，我不懂，懂你了。啊，这寄一点点就可以意思一下就行了嘛，寄那么多，啊，寄腋窝什么的过来。不想跟你说话，这个你要拿去炒吧。一个一个怎么炒啊？直接吃了它。啊，这里都有点坏了。来，生吃的可以吃。嗯，好热。鸡就寄了过来，下次叫了不要寄了，不然到时你妈说也不计较，到时你娘家姨那还没那些姐姐妹妹知道了，还以为我这边这么穷，什么都买不起。你本来就很穷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